去当捉奸。啊，宜兰人呢，以办喜事啊，这种的心情呢，来办到咱的2019宜兰国际童万节啊，童万节已经呢20岁了啊，二十岁，我们从毛毛虫蜕变成蝴蝶，所以呢，我们变好，变得非常的精彩，创新求变。转出时光魔咒，直到我们经过成长的路口，才发觉童年许下的承诺。回到最初的梦，天真的小时候，就蜻蜓带领我回忆伤口。青春是躲避球，接住你的感动，让我们同在一起。坐上花仙，下课一起去荡秋千。隔壁的同学今天请我吃零嘴。无忧的夏天，冰棒融化了想念，嘴角还残留着那纯白色的天。旋转陀螺，转出时光魔咒，直到我们经过成长的路口，才发觉童年许下的承诺。回到最初的梦，天真的小时候，就蜻蜓带领我回忆伤口。青春是躲避球，接住你的感动，让我们同在一起。打传说对决，我中如你玩大爷。当对面来电，你立马前来支援。对他的瞬间 ，online 连线了团结。不管输赢，我们都要一起打 game。转陀螺，转出时光魔咒，直到我们经过成长的路口，才发觉童年许下的承诺。2019我们的童万节呢，当中今天呢画下了完美的句点，因为有你们的参与，让我们的这个童万节呢能够顺利圆满成功。同时呢，感谢我们的逆神父所带领的，我们有18个国家、24个团队都在这一次的童万节精彩的演出，还有各位兄弟姐妹、各位乡亲好朋友，当中今天童万节一阵成功，拢是恁的功劳。因为呢，恁来给我们空间，给我们支持，我们突破了50万人以上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因为有你们，让宜兰县发光发热。让我们同在一起。2020，童万节再见，谢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2020童万再见，感谢各位。让我们同在一起。我。